因为一名台湾艺人的突然离世，大家都在讨论公共场所急救设备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并不新，但每次发生悲剧都会引发舆论热议，这本身是不是就挺说明问题？是得更用心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再不多上点心，伤心的悲剧恐怕还会发生。生命中疾病可能突然发生，但急救不能指望天使突然现身，因为巧合承受不了生命之重。